又华牧师分享到，共同信息的出现就如一位老师为学生改试卷嗰阵，睇见学生所有题目都答啱，然后俾咗佢100分一样。当神以共同信息印证又华牧师所分享2012信息嘅每一个题目，甚至印证每星期嘅每一篇信息嗰阵，我哋就可以得知呢个系神给予圣安教会100分嘅明证，证明我哋系已经合格，已经成为一个完全完成嘅属灵圣殿，可以随时被提，成为启示录所预言嘅新妇同埋男孩子。以下是2021年5月24日又华牧师校对今篇主日信息时的录音补充。好了，历史上有什么人好像石安那样？其实这个就是愣起一样得意的东西，就是我们知道神做了旧约的圣殿，他是在整个旧约的圣殿的历史呢，在人类当中好像个过客那样，是不是先？也是因为旧约的圣殿是这样，那你明白我们现在新约的圣殿为什么会有共同信息？连旧约的影儿都有资格在历史当中遗留这么多的事迹和印证，他为了告诉你神将来有个圣殿。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圣殿在历史当中遗留这么多印证，这么多共同信息？因为我们就是那一个圣殿，全个历史塑造都是神在人类的人性当中希望找到神的神性，而当然那个是一个信仰的磨练锻炼的经历，神有给足我们的。但是现在你就会理解了为什么，因为常常都帮你去问这个问题嘛，即神为什么要做到这样呢？神为什么要做到这样呢？他不会做多余的东西嘛，但是如果计多余的话，真的多余得很恐怖的，即他多这么多东西为了就是印证我们今年这么西来半岛。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圣殿，即连个影儿在历史当中都举足轻重的，这么犀利。是咪？到而家啲以色列人都仲谂住去搞翻个圣殿，整翻啲祭司体系出嚟，搞翻个旧约咁，咁傻噶嘛？系咪？咁但系咁真嗰个咧，真嗰个咧，岂不是更加值得喺成个人类历史当中嘅存在过程里边留低关于佢哋嘅印证，同埋关于佢哋嘅痕迹啦？系咪？所以换句话讲，其实共同信息亦系叫做庞大程度啊！佢嘅庞大就係唔单止係佢嘅事件庞大，佢直成又係成为即係印证我哋嘅共同信息，其实都喺人类历史当中一个过客嚟喎，係咪？佢随住成个人类历史当中一路 generate 制造，然后存在去到今日，我哋会揾得到，係咪？而我哋揾到唔係一件事，係直成一个世代，係直成一个地区，係成个千年万年，係咪嘅事件？咁为咗去印证我哋，因为冇错啦，就我所讲，因为我哋就系嗰个圣殿，所以神咪选择呢一种共同信息方式咯，甚至系选择历史成为我哋个共同信息，唔单止系建筑物啦，建筑物都有噶噃，系咪？我哋之前见到好多呢一啲嘅百灵之星啊，好多香港嘅呢啲地标啊，呢啲建筑物都有，但系咧，你会睇到啦，而家系成个历史嘅过渡期，成个历史嘅踪迹都系印证呢个圣殿啦，咁就俾我哋睇见。我哋唔系单单就系好似建筑物嘅价值，我哋真真正正喺神喺人类嘅历史当中去揾到有人类系达到神嘅期待，去培养咗神嘅神性出嚟。既然佢要印证神性，咁所以就要用到咁神怪、神奇、神妙嘅方式咧，去制造共同信息嘅吓，即系嗰种直成系神奇级数噶嘛，嗰种真系你会觉得系神级先至做到呢种安排。即是你不要去想它出来了，已经是觉得很恐怖。是不是想它出来然后再做又做到足，那种真的只有神才可以掌管得到。原因就是神一路印证就是神的儿子，神所做出来的小孩子。啊、所以它就会用到这样的程度。就是说给你知道，第一就是庞大，第二价值高，第三就一定是有神级的操控才做到的。才掌控得到嘅，先至产生得到嘅。咁里面你咪觉得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就係佢咁做嗰、那个嘅被印证者一定係配得神先会咁做。係呀，神从来以佢嘅公义性格呢唔配得佢唔会咁做。佢绝对唔会咁做。係咪？咁呢个咪就係俾你睇到，咪就更加印证旧约里面讲嘅圣殿点解神将圣殿摆全嘅人类史当中成为过客，係因为佢不断提醒咗人类神想要啲乜。神其实想要一个咧，用人性所衍生出嚟、所磨练出嚟、所选择出嚟嘅神性，
所以最尾佢点解主耶稣嚟到要教我哋祷告，叫神做天父？呢、這个系我都讲啊，天父比喻嘅时候都讲，呢、這个系崭新嘅，系完全崭新嘅。咁但系我咧讲亲叫天父嘅时候，咁我哋知道呢、這个一定系同我哋所讲嘅遗传有关噶嘛，系咪承继有关噶嘛？所以新约我都讲系一个遗约，系一个承继嘅约。呢、這个系希伯来书、罗马书都有讲啦，系。所以里面牵涉到就系讲紧，我哋如果叫得神做天父嘅话咧。即系我哋就知道，我哋喺神嘅形象当中咧，系神有个期待嘅，系啦。但系我哋明知我哋信主嘅神入边有噶嘛，咁所以人生就成为一个 journey， 一个旅程，我哋能够建立落去。好啦，但系问题，人生既然成为一个 journey 可以建立落去嘅话，咁你忽然间咪醒起一样嘢啦？人生系一个 journey， 系完成呢个神圣嘅话，其实世上所有宗教都系下意识建基喺呢个方向噶嘛。不过佢哋冇。真正是神带领，但是他们本身里面有一个 urge， 去带着他们去做的。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寻找真善美，有些人就会觉得是寻找宇宙的奥秘，有些人就寻找生命的真谛。但是你其实你看到所有宗教都是走紧一样东西，就是希望将人带到去有这个神圣。为什么来的？这个是神一路摆在我们内心当中有的天然的倾向来的。但是只不过就是世上一直都没有答案，直至到呢神创造咗圣殿，而圣殿一路喺人类历史当中不断提醒我哋。校对呢一段精华短片嘅时候，对于分享当中提到为何世人都会寻找真善美，世上所有宗教一直都冇答案呢一点，又话牧师作出一啲录音补充。以下系2021年6月18日又话牧师嘅录音补充。所谓世上一路冇答案，原因就是因为好多宗教都系寻找神噶嘛，系咪先？但你睇到咧，佢哋其实冇我哋咁通透就理解咗一样嘢，就系话你睇好多呢啲嘅故事啊，或者历史，但佢哋寻找佢哋嘅神咧，最多以为咧去学识一啲神圣嘅仪式、神圣嘅动作，着神圣嘅呢啲衫，天主教就系咁样啦。但系佢哋唔介意里边嗰啲奸淫啊、罪啊、同性恋啊，乜都得嘅。原因就系话，就算系巫术又好，或者人类幻想出嚟都好咧，都系揾啲神圣嘅咒语啊、神圣嘅道具啊，譬如圣杯啊、像啊、咪袍啊、神圣嘅节日啊咁样噶嘛。嗱，全部佢哋摆到明咧，都唔敢去谂一样嘢，就系神圣嘅性格，即系自己直情开始有神嘅形象，就系唯有圣经先至讲出呢样嘢。所以全球嘅人点解得一个宗教，即系神用旧约所诞生出嚟嘅成个我哋所讲基督教嘅信仰咧？因为其他全部题外话，讲紧全部都系根本同佢哋自己嘅生命性情系冇关。咁所以咧，佢哋甚至睇唔起嗰样嘢，佢睇嗰啲系所谓极展啊、贵重嘅器皿啊、道具啊、衣着啊。或者甚至一啲嘅所谓仪式啊，就希望諗住 peace 佢嘅神啊嘛，但佢唔知道就係话其实神所重视嘅其实就係神嘅形象，就係我哋用我哋人生去作出呢一个选择。但好啦，咁选择嘅时候呢，佢哋唔知道我哋用乜嘢道具去达到神嘅形象，佢哋净唔知道用圣戒达到神嘅形象。因为点解呢？因为我咪用考试呢个概念去理解嘅，係咪先？嗱，即係等于当人俾题目我哋考试嘅时候，我哋作出嘅决定啊，就係其实based上我哋嘅知识㗎嘛。所以每个考试嚟嘅，你因为有试题啊嘛，作出嘅决定，你会诞生嘅就系知识。好啦，咁但系神点解花咁多时间去做人生咧？你有冇谂过？就我自己都讲嘅 journey， 系咪？历代历世都系个神为我哋每个人都做咗一个 journey， 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生，因为咧喺人生里边作嘅每一个决定咧，其实系嚟自知识加人格嘅，所以神咪做个 journey 出嚟咯。因为最重要嘅就系有咁嘅知识，你能唔能够达到咁嘅人格？因为有啲人冇知识，于是乎佢唔使作出一重大决定，即系等佢个渔夫都唔知道主耶稣会 call 佢，咁佢唔使作出重大决定。但系当有个知识就主耶稣 call 佢嘅时候咧，佢就要用佢嘅人格去作出个转变，一个渔夫人格变成一个门徒嘅人格啦，系咪？即系换句话讲，我哋考试就其实系纯系知识嘅啫，但系人生咧就其实系多咗一个元素，就系、是、人格啦。即系其实已经隐含咗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变成神圣神嘅形象嘅本钱咧。其实就是我们的人格，神所重视的就是人格。圣殿其实一路都是用紧呢样嘢，所以点解佢设计咗新约？点解设计咗聚会？点解设计咗教会？就是、原因就系呢点。好啦，咁所以变咗咧，呢、这个嘢点解咧？就是普通老师唔会因为你答啱一题就提一题，即系话 tick 啦。但我咪讲我哋有好特别噶嘛，我哋每个礼拜答啱一题，神就即刻 tick 噶嘛。系咪？呢、这个咪直讲出一样，同普通考试多咗一样嘢，就系、是、老师点解唔会咁做先？
老師點解唔會話你答一題佢剔一題？因為老師第一佢唔會有呢一種嘅情緒嘅 involve 噶嘛。你嘅考試佢唔會 please 到一個階段咧，佢即時回應你噶嘛，係咪？但係我哋有啊，即係換句話講咧，原因就係話我哋用我哋嘅人格去答呢個試題，因為人哋咧好多人都係用知識去答呢個試題，我哋用人格去答呢個試題咧，所以神會 involve 佢嘅性格喺度，佢 involve 佢嘅欣賞喺裏邊，所以咪就係兩者睇到法利賽人將明明信仰變成一個好似普通考試咁，淨係純知識嘅啫，淨係講律法嘅啫，但係我哋就慢慢將嗰樣嘢變成咧一個人格同埋可以話人與人相交嘅嗰種關係啊嘛，所以神對我哋嘅回應咧都係用人與人相交嗰種人情味咧，每個禮拜印證我哋啊嘛，呢、這個就係話俾我哋聽，神對咧唔係我哋嘅知識去回應，係對我哋嘅性格人格，即係嗰種做嘢咁 peace 嗰種嘅回應。即系好喜欢我哋做呢样嘢，嗰种回应啊嘛，就唔系用知识去回应我哋啊，佢慢慢去用咗佢性格、佢嘅态度去回应我哋，因为我哋系已经赞取咗，同埋我哋已经约尽咗，去到神所要求圣殿嗰个人格嗰部分，因为唯有人格系可以使人类咧有本钱喺呢个 journey 里面咧有神嘅形象，呢个就系神其实赐予俾我哋人生当中咧，其实人嘅灵魂嘅最大本钱。就是人不断作好多嘅 decision， 但我哋嘅 decision 咧，相对就系话，如果一加咗真理呢种知识咧，就好多时候会考验咗我哋人格，因为佢一加咗真理嘅知识咧，正系由开始旧约嘅 sacrifice 都已经系考验人格噶啦，不过系最低层嗰种考验 sacrifice 嘅时候，系咪？就我嗰时讲立十分一，会牵涉到好多人嘅自私噶嘛，同埋对物质嘅情欲噶嘛。但系相对点解神要喺圣殿当中做一次又一次好多呢一啲咧？原因就系考验我哋嘅人格去到咩程度，所以变咗好得意噶嘛。成个嘅祭司底系其实可以我哋重复又重复去做一啲可以话好无聊啊、冇乜意思嘅嘢啊，但系喺人格当中排第一，咪考验咗我哋嘅忍耐啊。所以新约最先考嘅就系 long suffering。咁所以呢个就系今次呢一个我哋要理解关于圣殿全世界嘅人嘅误解，佢哋净将佢变成纯知识嘅话，其实就系变成咧任何人都冇本钱咧去亲近神或者咧去满足神嘅要求。但系主耶稣嚟到喺呢个世界嘅时候，话俾我哋知道，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嘅，因为我哋每个人都有个本钱，个本钱就系神赐俾人类嘅人格去行呢个 journey， 呢个 journey 就系我所讲嘅考试啦。所以我就點解將佢對比咗考試啫？所以主耶穌嚟到就俾招，外邦人都其實係可以達標嘅，即係以色列人可以達標，外邦人達標，只不過以色列人佢有個知識，使佢可以 respond， 但係外邦人從來冇呢個知識嘅。但我哋有咗個知識嘅時候，其實我哋本錢同選民一樣嘅，我哋都可以選擇行人格嗰度。但係咧，行人格嗰度點解要聖經裏面所講嘅聖殿嘅家私咧？係咪普通一個人乜都唔知都得？唔係嘅，因為咧，其實一個認識真理嘅人。同一个唔认识真理嘅人咧，对佢哋人格嘅挑战系好大。系啊，因为认识真理嘅人，你知道你有个 requirement 咯，你知道要有啲嘅 responsibility 啦，系咪？有要求同埋责任啊嘛。咁所以你系难好多过认识咗真理。但系你唔认识真理嘅话，根本就冇嗰个要求。佢继续作奸犯科，因为冇个知识关于信仰。但系圣殿咧，关于知识信仰就多啦。譬如关于你系可以求富足，但系唔可以贪心。你有咗富足，你又唔可以骄傲，系咪？即系你可以求恩高。但系你又唔可以沉醉喺权欲当中或者系利益当中，系咪？呢一个就系讲紧原来圣殿里面所俾我哋嘅家私咧。当你选择咗呢个方向咧，对我哋人格就会有新考验。当你选择咗同祭坛，即系话你人生当中喺神嘅面前系一个 sacrifice 嚟嘅话咧，咁你同嗰啲唔需要将人生变成个 sacrifice 嘅人咧，其实喺人格上面你多嘅考验多咗好多，同埋向咗指定嘅方向。当你选择洗濯盘，洗濯盘就系你人生当中嗰种圣洁，即系当发现罪你就洗净。当你见到自己的情欲私欲，你就洗净情欲私欲。当你见到在人生当中的挫败，同埋从你性格当中出来的那些黑暗的性格，即是譬如好像灰心啊、丧志啊、情绪化那些，你用洗濯盘一路洗净它的时候，那跟着先至一路入去而已。即每一个入去的时候，其实对你的人格呢都有个考验。即是你迂回兜圈打擦边球行灰色地带都可以行到这些架势的。但你直接通过的时候 ,fully 完全受它的炼净的话，又是一个的选择。那个就是一个人格考验，一个系坚毅嘅人先至可以唔打一擦边球底下去经历一家私噶嘛。就算翻石安，有啲人都会行灰色地带或者擦边球咁样经过，嗰、那个咪人格嚟噶咯？嗰、那个系两个唔同嘅人格，但神尊重边个咧？佢摆得呢个家私俾你去面对嘅时候，佢梗系尊重你，直接去面对嗰个啦。其他人会觉得系蠢，但神系咪会觉得蠢咧？起码石安神不断讲俾你听，去 peace。
佢好開心。你見到我的家私，你唔係話以為你可以改變到佢，或者逃避咗佢，你勇敢面對佢。而喺過程當中，就如我所講，你對呢個試題每一個選擇都其實係經過你嘅人格嘅，因為嗰個係人生嚟嘅。嗰、那個唔係話知識嘅考試，唔係英文科，唔係數學科考你知識，呢個係人生，所以會考驗到咧你嘅人格。因為加咗你嘅背景、你嘅家庭、你嘅缺乏、你有嘅遺憾。全部加埋嘅时候咧，对你嘅人格考验更加大，因为你越缺嗰样嘢，喺贫穷当中就更加考到你立十分一，同埋奉献或者周济穷人嗰个心态噶嘛。所以喺神所俾嘅人生嘅 journey 里边，点解会对我哋人生可以系公平咧？因为好多人以为咧，神要看我哋系咪轻轻松过咗呢个人生咧，而决定我哋有冇进上，咁就系错嘅。因为你轻松过你人生，就最少喺人格上面考验，同埋转变，同埋你嘅挑战，就系、是、挑战当中、锻炼当中，你会慢慢喺过程当中变成麻木不仁啦，定喺过程当中变成一个更加 tender 嘅人，即系更加勇于面对你自己嘅仁慈。勇于面对你自己的怜悯，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仁慈和怜悯是带来很多的责任，带来很多的伤害的。你越多仁慈，你越多怜悯，其实是会带来很多负累的。简单来讲，譬如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譬如阿次恩很小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很 tender， 很多时候看一些戏会哭啊，我都告诉他，你不用忍住，你真的觉得感动你就哭。但是感动变成他看很多其他一些不好的戏他就要避了。因为对很 sensitive 的戏他就会很感动啊，会流泪啊。而这个就相对好像是一个负累咁啦。但问题成年人很多人呢就觉得丑啦。即是我这样做的时候人家会觉得我丑啊成。即是他们在个过程当中他就会变成麻木不仁。因为越来越多羞耻感啦，或者人睇低他啦，或者各样。即是他们不会介意或者去看呢那样东西，其实在性格上是属于好的美德。他只是介意就是带着这个美德我会不方便。我会被人睇低，或者甚至我得到的伤害会更大。所以一个仁慈的人，一个怜悯的人，是其实会得到很多伤害的，你更多机会被人去伤害你的，是不是？所以在人生的 journey 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丰富全面的考验到我们究竟有没有神的形象，定是我们沿途当中是将很多美好的神的形象一路一路掉了。所以为什么小孩子才能够进天国，反而成年人不得？因为成年人是要为了生存嘛，而大部分人在这个 journey 当中都是选择negative， 都是选择不好的。譬如 CN 一路长大，我见他的转变拥有的东西，他问回我，我都会教他这些性格上最细微的美德。但这些我怎么教一个成年人，即是已经他们都觉得不需要问我，甚至遇到这些东西，但是小孩子就可以。所以在圣殿当中，如果一早对圣殿有这个觉悟，就会好像我这样在最细微信主第一年已经作出这些决定。但是衰在有很多人是要靠知识先，就是很多年之后对圣殿有这个觉悟。就所谓什么觉悟呢，就不是大量知识重搭重那种觉悟而变成一个法律场，而是其实第一个觉悟就已经知道这个圣殿是神一路要求我们的性格有神的形象。其实你知道第一点的话，你不单止慢慢可以了解所有家具所有家事，并且就算你不知道，你都知道你人生当中会有一个小的选择。所以最好的其实有一句很正的座右铭，我永远都觉得是主耶稣基督在旁边看着我作出的每一个决定。咁其实我过唔过到关呢，我就喺呢本小说，我就倚天屠龙记嘅男主角啦嘛。佢咁睇住我嘅时候得唔得呢？即係如果我哋就一味睇住我哋自己点睇自己人生嘅话呢，其实我哋越嚟越差㗎喎。係咪即等于我哋做坏事都烂埋唔俾人知啦，係咪？即係因为我知有人睇住嘅时候呢，我哋做唔出嗰啲嘢㗎嘛。我哋觉得要去同人交代㗎嘛，係咪？即係起码嗰种装架。但係如果你成日諗住就係、是其实主耶稣在你每一个决定当中呢，不单止去看你身边，并且去察验你心肠肺腑的话呢，其实你变了不是形式上做得啱，你自己做的时候的心态都要啱先得嘛。是咪？这个就是我初信的时候就带着这样去做。所以我变了很多很小的事呢都会想清楚的。即是譬如我在这件事当中我很容易受感的人。所以我会不会因为好像熟悉的看法或者身边的人的看法觉得我不强壮或者觉得我不坚强。所以我这种受感的感觉我尽量遮掩去呢这样。但我想想如果主人生在身边的话，他会反而很 appreciate 这样东西的。是咪？我就是其实咁行到今日，所以喺每一个而家共同出世印证，神都唔会话吝啬，佢会表达佢好 appreciate 啦。就系呢一种已经 involve 咗 emotion 同埋人际关系嗰种嘅共同信息咧，我哋系亲眼睇见喺每一次印证我哋嘅共同信息当中出现噶嘛。而并且每一次印证都好似譬如好似 Back to the Music 里面所讲嘅 A Field of Dream 咁，嗰个直情仲要穿梭到时空去印证我哋今日或者今年嗰种级数咧，嗰种咪更加证明佢系神啦。即系唔单止佢证明佢今日见到我哋每一个礼拜做嘅决定 appreciate， 但系佢每一次印证都要穿越时空话俾你听。我就是那位神去印证你今日这些东西。
當然呢個亦係代表預知啊，但亦代表咗由今日可以先至開始穿梭都得噶嘛，係咪？呢個就係神喺時空當中係咁自由噶嘛，所以佢俾我哋就唔似一個考試當中嘅先生，見你答完曬先啦，咁我先至睇個答案啦。而係咧個感覺就係、是、佢旁邊睇住你，佢好 urge 咁睇你答每一條都係好期待佢想見到個答案，因為從來歷史上冇人可以每一條都答一個咁嘅答案啊。个个都系令佢失望，但系唯有你唔令佢失望，所以佢咪每一条都涨上嚟啦，每一条都系话俾你听佢 appreciate 你咁样做啦，吓、啊，即系冇人及得你咁被 appreciate 啦，所以变咗我开始有佢嘅 emotion 去参与啦，因为嗰个牵涉到就系真系我哋性格同埋神嘅形象当中拥有咗佢所期待嘅嗰样嘢啊嘛，所以相对亦系因为系佢期待，佢知个答案系乜嘢，但系从来冇见过人咁答呢个答案，所以咪有呢种 involve 咧，就系话。见你答得题啱，赞得题，照得题啱，即刻俾你知道个答案咁样。但之前咧，我哋未达到四七九四嘅时候咧，未有呢个阶段噶嘛，系咪？即系好明显嗰阵时候，我哋未叫整全，即系嗰个性格。但系相对而家我哋睇见咧，其实如果所讲，我哋进入军年之后咧，无论我哋小施展都已经系进咗另一个考验噶啦。系啊，因为开始富足，开始成功，系其实另一个考验。喺呢个考验会突然间我哋踢低晒所有关于神嘅，我哋不嬲真而重之嘅神嘅形象、神嘅性格，而变成一个市侩佬咁样去度过我哋跟住嘅人生咧，系咪？而变成一个净系谂住私欲嘅度过我哋人生咧，咁扫罗咪就系咁样咯，系咪？所以我哋跟住落去嘅时间都要拎住呢个优美嘅性格咧，去考虑我哋点度过我哋人生，点用我哋嘅资源，呢、这个先至系神其实对关于我哋将来嘅期待嚟嘅。佢等緊我哋嗰個轉變喺呢個 journey 裏面最後呢幾步裏面嘅決定㗎。咁所以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話啊別光強升之後嘅生活啦，其實點要考慮呢樣嘢呢，係因為我哋如果唔覺得呢個係 journey， 亦唔覺得呢個 journey 當中其實又係另一個嘅試題嚟嘅話咧，我哋就會錯失咗，我哋俾唔到一個神期待嘅答案啦。我哋會直情又變翻我哋所知啊，喺好多嘅故事當中最衰嗰啲壞人，有錢嗰啲壞人，即係成日沉醉喺自己嘅私欲當中，周圍 show off 嗰啲所謂嘅名人嚇，我哋會突然間變咗佢哋，因為我哋有個 reference 參考嘛。所以變咗呢個世界咪點解咁多人都係變壞人啦？因為好人嘅 reference 係好少啊，係無法咗達之後，好人嘅 reference 有咩？冇啊，所以未 invent 出嚟咯。譬如你聽翻我講嘅見證，我好多我自處方向係我 invent 出嚟嘅，因為咧好多好人嘅基本方向咧，你喺小説見過，但係真人你好少見到，因為真係只有小説先至有嘅嗰啲人物，係咪？邊度咁岸直㗎？好似郭靖咁樣喺呢個射雕英雄傳當中，郭靖點會咁忠直㗎、啊？咁好㗎？忠忠直直下一句就係忠衰黑食㗎嘛，係咪？人哋係咁諗㗎，所以點解咁珍貴呢？点解好多关于系，譬如我哋教会当中一啲自处，我重新再谂过咧，系因为真系我冇 reference 嘅，我冇 reference 喺咁嘅过程当中点样行善，点做得好，个心态人格应该点样做，系咪？因为小说当中都唔会写到咁仔细，反而咧喺呢啲咁嘅光景当中做衰人嘅咧，大把 reference， 好多故事啦，好多人生啦，好多啲新闻啦，好多你身边啲人啦，甚至你可以问一啲长辈啦，佢哋系答嗰啲唔好嗰方面嘅。即係一定係點樣貪心啊！一定係點樣去有一個甚至叫做妄想嘅將來又好，或者甚至充滿一個自卑或者係私慾嘅將來，全部走去極端。但係信仰為我哋帶嚟一個 journey 咧，你作出一個重大嘅決定，你嘅將來已經變曬嘅。即係等於我作出重大決定，我決定講相信，我其實成個將來都變曬啦，強大到嗰個階段，連你哋啊跟住我身邊人，你哋嘅將來都變咗噶嘛。咁喺嗰度更加係，我發覺咧，我越進入呢啲神要我走入呢啲家私嘅將來咧。我嗰个将来咧系冇叫做善良嘅榜样嘅，系啦，即系冇善良嘅榜样，因为主耶稣岂不是都系善良嘅榜样？但系主耶稣冇讲过双氧水啊嘛，你明唔明啊？主耶稣嘅时代冇报纸啊嘛，冇苹果啊，冇香港政府啊嘛，冇西医啊，甚至系咪？所以佢系一个善良嘅榜样。但我选择咗嗰件家私之后咧，有一个将来，有一个 journey 咧，里边咧系冇善良嘅榜样嘅，系我 invent 出嚟，我系我要谂出嚟嘅。但当我旁边身边啲人咧，教一个咧根本系任何人都谂到嘅一个坏嘅性格、坏嘅决定、一个怕死嘅决定、一个妥协嘅决定，嗰、那个其实我想去讲嘅，我拉埋惊啊嘅时候，我就已经谂到啦。一个懦夫就会自己produce喺个脑里边，系咪？系个要英雄先至发现就系、是，我想成为英雄，但我发觉直情系冇榜样嘅，系冇嘅，一个都冇嘅。我甚至翻过教会听过嘅所有见证，睇过嘅小说都冇呢种应该点做，所以我咪 invent 出嚟咯，即系我嘅态度啊，我嘅做法啦，讲嘅说话，最重要最疯狂就系唔单止个做法，系个心情，系个人格，
是真的 keep 住一路做的时候呢，不是扮出来的，而是真真正正对得神的，对得神主。原来这个就是那个挑战，那种难度，所以能够想象当有人真的做到了，做几十年了，而并且做到炉火纯青了，咁你谂下神几 appreciate 系咪？因为历史上从来冇人喺咁嘅道路当中咧去做过，即系话肯定咧，马丁路德佢选择咗讲因信称义，佢一定系已经诞生咗一个新嘅里程碑啦。对自己都系咧，佢根本就唔系仍然系一个嘅修道士嘅将来啦。佢嘅将来就已经产生咗基督教啦嘛，呢个系一个新嘅里程碑啊，系咪啊？但系问题只不过就系话佢有一个新嘅将来，但系可唔可以继续新落去咯？是啊，大家都亲眼见到啦，就是神正慈悲石安嗰个将来呢，每一次嘅重大嘅转捩点都一定嚟自神㗎嘛。但原来而家就知道啦，係因为我哋就希望喺每一个重大嘅转捩点底下呢，神你俾足够嘅成就我先俾下一个要求。係咪我哋成日都咁諗㗎嘛。因为呢个系一个成就嘅 oriented， 即係话我每一次面对困境我都为咗成就。因为有重大转变俾个大成就我。先至嚟下一个转变，然后再俾一个大嘅奖励我。咁呢个系成就与奖励思维方式啊。咁但系神点解唔满足呢样嘢？因为佢本身根本佢个目的就唔系成就或者奖励嘅思维啊嘛。佢唔会你上到天堂嘅时候，成个脑子里面都系成就同埋奖励。神希望你一上到天堂嘅时候咧，系你拥有佢嘅形象，所以佢唔会俾成就你，佢反而再俾多个挑战你。好啦，你等个奖励冇嚟到，佢再俾多个挑战你，因为点解？因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一个过程当中你 pass 嘅话，你出到就系成就。你等候嘅都唔系成就，等候都唔系呢一啲。你就算冇成就，你就算冇呢一啲奖励，你都会做落去。嗰、那个咪就系性格啦。举个例，个个人都可以训练一只狗，因为大家知道咧，只狗真正嘅性格系好为食。你俾粒嘢食佢，第二只助手嚟，俾粒嘢食佢 sit。即系佢其实由头到尾，你分到到最尾，佢只系多咗个技术，佢嘅性格冇变到，佢都系中意食。你利用呢样嘢，系咪？咁大神满唔满意咁样？如果系咁，佢做只雀仔出嚟得啦，使乜做个人出嚟？系嘛？但系唯独人咧，冇呢个嘅 oriented， 即系冇呢一个推动力，即系佢慢慢已经脱离咗寻找到喂食、满足自己嘅欲望嗰种咧。呢种嘅 journey 先至系最难咯，最难得啊嘛，吓先最珍贵啊嘛，呢个系佢嘅本钱，冇错，性格系佢嘅本钱，全球都觉得唔值钱噶啦，但系有一种性格系神最值钱嘅，觉得就因为佢已经发现你经过呢个人生 journey 当中，你已经脱变咗啦。就一只狗嘅话，如果你发觉佢宝贵嘅就系佢慢慢能够唔单止脱离咗呢一种所谓利益主义，俾啲嘢食佢做动作，佢慢慢脱离咗呢样嘢咧，佢嗰个嘅变化嗰、那个变动咧，系已经脱离咗一只狗嘅本身嘅特性，但系用尽一只狗本身嘅 potential 嘅话，嗰、那个系好疯狂噶嘛，佢真系为咗爱你而做嗰样嘢，而系真系同你玩底下，佢真系好中意亲近你嘅情况底下，而唔系话你俾嘢食佢先做所有动作，佢做嘅所有嘢，你叫佢做全部都做，但系全部唔系因为食物嘅。是就是因为他见到你他就想做。是因为他同你一起这个机会他就想做。你觉得这个可爱很多的嘛。始终你譬如我们都养一只 Teddy 啦，始终次次俾一萝卜他才肯定只手好假的嘛，那种感觉。你不会觉得他爱你的，你不会的。每条萝卜递出去的时候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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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仔的时候你 expect 多一些东西嘛，所以神就称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是我们的天父咯。其实那个是主耶稣打开了一个新的，因为旧约的时候就是真的当我们是神只狗来的。所以神做天主那班呢，你会看到他们其实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是个主人，你是个主人，是不是？但是主耶稣说话天父，所以现在都是的，一样有很多人叫神做天主，天主不会叫他做天父的。天主的时候，神主耶稣来就要咁，整个旧约个个都叫神做天主啦。但唯有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先叫神做天父嘅。原因就是话咧，神期待我哋爱佢，有佢嘅性格，慢慢喺神所俾我哋每次经历当中咧，更加 close to 佢，系喺性格上面，同埋我哋嗰种美德上面，而按住神嘅公义咧，就可以将属于俾佢儿子嘅嘢咧，去赐俾我哋啦。接住，我哋翻到去较早前。于2021年5月24日，日华牧师校对今篇主日信息嘅时候嘅录音补充。咁但系点解神唔让个个人都上天堂，唔让个个人都见到咧？因为神要神圣啊，
佢要係神性，唔係魔鬼嘅鬼性啊嘛，唔係魔性啊嘛，所以變咗聖殿你能夠睇見嘅足跡嘅話，嗰、那個人最基本係善良先。佢善良咁根基嘅都未達到，阿水俾你去行呢條路，咁快想成神啊？係咪成魔就差唔多？係咪先？所以善良係最根基嘅起始嚟嘅。所以點解就要小孩子先至可以進天國咯？因為大人你大家知啦，俾現實社會啊文化玷污咗我哋，俾環境污染咗我哋啊嘛。所以唔善良嘅人根本都行唔到第一步，直情行唔到第一步。係啊，當佢行第一步，佢有冇繼續善良落去咧？定係佢學識翻咗石安都仲叫惡落去咧？咁你翻石安仲繼續墮落落去，仲要留低啊？佢邊有資格留低啊？我都冇資格留低佢啊！因為呢個係神嘅殿啊嘛，唔係我嘅教會。系咪？咁呢个咪就系好多人对基本上连信仰嘅逻辑咧，都从利益去做出发点咧，就唔会认同我不嬲咁多年做嘅嘢啊！咁所以而家你就知啊，点解全人嘅历史都揾唔到啊？知啊，系抵佢哋唔知咯，因为善良先至系最低、最 basic、最 pure 嘅起步点啊！当你由呢个起步点底下咧，你仲要改啊！咁所以對嗰啲根本連善良都憎惡嘅人，佢根本連起步點佢一生都達唔到，起步點一生都達唔到，咁點解俾佢起步就咁樣？因為嗰個之後仲要，我譬如好似我信主咁，我第一日信主我就已經係哇好多嘢求神要書啊，自己即係可以話係洗心革面啊咁樣度過人生噶嘛。但我唔係而家係40年前嘅嗰個我噶嘛，我係更加優質好多噶啦。並且喺個過程當中，我付出嘅比當年信主嘅時候付出更加多，嗰、那個只係起點嚟嘅啫。但係我都有陣時時不時都講到，我信主第一年好多人信主到幾十年後都未達到我第一年個級數，咁點玩嘅？冇得玩啦根本，因為我仍然係講緊神係讓人性變成神性，所以佢唔係話哦咁個個人都嚟啦咁樣，咁冇可能。如果唔係咁，神都唔會話用聖殿喺歷史當中俾你睇到咁鳳毛麟角啊，即咁偉大，而並且達到嘅人係神咁欣賞，係咪？咁而家共同信息咪就話。即系我哋会觉得哇神真系出奇地咁欣赏石安噶嘛，系好出奇地。你冇话推翻就系佢嗰种嘅真而重之嘅程度，真系好似旧约所讲，哇神看嘅你眼中嘅同人一样咁保护我哋，真噶喎，系咪？校对呢一段精华短篇嗰阵，对于分享中提到喺历史上能够由人性变为神性，系如此凤毛麟角，并且神系如此欣赏石安教会呢一点，又话牧师作出咗一啲录音补充。以下是2021年6月18日日华牧师的录音补充。其实呢现在很多牧师就是来者不拒的嘛，那种是不是基督教来者不拒。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不会用圣殿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事法啦。因为圣殿是历史上第一个的建筑物呢，是会产生自性所，是会死人的嘛，而一年先入得去一次，就是这样用少少 brain 都知道这种来者不拒根本是没可能。而并且你进入外院你都一定要献祭的，能够想象那种根本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去到新约就不是了。去到新约黐晒线的，而家那些基督教或者剩嗰啲咧，我犯罪啊，犯奸淫啊，唔管噶嘛，佢哋全部都唔管噶嘛，啊或者喺神嘅家当中唔委身啊，唔付出噶嘛，啊咁就啊你做长老啊，你做执事啦，系、啊、因为你有钱就得啦，咁样啊，甚至时间都唔付出，时间其实系最 basic， 你将你生命嘅一部分付出，我唔理你几有钱，但如果你嘅时间唔付出嘅话，即系摆到明你唔系真系信主噶啦，因为系每一个人都系公平嘅，每个人都有24小时，每个人都有一个礼拜7日，但系问题每一个人究竟佢因为有钱所以唔付出时间，咁其实嗰个边叫做信主啊？系咪？所以其实佢哋从来冇谂过，打从一开始回目就已经系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嘅系统，先至叫做信仰啊嘛？系咪？你会睇到主耶稣嚟到，佢哋甚至连环绕住佢身边嘅，除咗佢呼召嘅门徒，差唔多其他文士、法利赛人或者系撒都该人，全部都系拒人于千里嘅，系咪？呢、这个就系先至叫做系信仰。但系跟住咧，主耶稣反而对小孩子咁讲，系咪？咁你咪理解咗？如果你真系肯研究啊，究竟圣殿拒绝乜嘢人于门外嘅咧？咁你咪慢慢揾出嗰、那个，就咁简单啫嘛。系，但系你会睇到啦，一啲咧就直成系完全叫做对神消极抵抗嘅，乜嘢啦吓，即系乜嘢罪都得，咁样搞间教会出嚟，然后佢谂住神会收货。如果佢话佢自己嗰个系新约系统，咁新约系统你睇下主耶稣嗰种做法，你睇下新约嗰种做法。系咪点同而家？而家啲教会根本系以为能够嗌几个名字出嚟，讲几个叫做教义出嚟，就已经系叫做得噶啦，即系可以诶乜嘢罪乜嘢性都可以免咗噶啦。神你都为咗赦免我哋个罪，使我哋做到衰过魔鬼都好，都上到天堂嗰种，因为有主耶稣个宝血，嗰种黐线法系咪？
即主耶稣嘅宝血其实系嚟自乜嘢咧？其实佢哋到而家都唔知我哋知。其实主耶稣嘅宝血已经话俾我哋听嗰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系咪先？如果你使乜需要主耶稣嘅宝血啫？你使乜需要主耶稣嘅宝血？主耶稣嘅宝血就系神话俾你，我一直就系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过咧，就系、是、因为咁嘅话，你哋冇一个人上到天堂，系咪？圣经都系咁讲，你冇一个人，旧约都系咁讲，你冇一个人可以嚟到神嘅面前。所以神做咗一样嘢，就 on credit 先，使到一啲咧，明明因为系任何人都冇资格噶啦嘛，咁佢使到有一啲人先有资格，然后睇下你配唔配得呢个资格嘛。所以我成日都讲话，先系轻义，后系行义，再变成义人啊嘛，系咪？但系而家唔信嘅所有基督教。完全唔信，根本后面嗰橛咧全部唔教，以为主耶稣嘅宝血解决晒。其实主耶稣嘅宝血会存在，就以话俾你听，神对所有人都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先要有主耶稣嘅宝血。主耶稣嘅宝血唔系话嚟咗之后就将呢个性格放低。如果将呢个性格放低，神早就唔需要主耶稣宝血啦。神早话唔使宝血，个个我都可以由零开始。唔系啊，个个都系负，而并且为咗解决呢个负咧，所以有主耶稣嘅宝血咧，使到由零开始咋。是咪？所以主耶稣嘅宝血能够成为中保，意思就系由头到尾神都从来冇放弃过对罪嘅审判，对罪嘅憎恶，从来都冇放弃过。所以先至要主耶稣嘅宝血。而主耶稣宝血唔系因为哦神做人做咗一班人，然后神做错咗，咁完全由零开始，唔系啊，系人类做错咗，人类由头到尾都唔达标，所以神要到一个阶段割爱，让主耶稣基督佢俾呢个代价，但系俾咗呢个代价之后，神都仍然系冇改变佢嘅任何品质、性格同埋要求，佢仍然都系要圣洁，所以由零开始之后，啲人走去圣洁啦，定系再跌翻落罪呢？跌翻落罪咪就系将主耶稣嘅宝血践踏咯。圣经都明讲啊，死梗呢人死得最惨。嗰啲你宁愿由头到尾都未接触过主耶稣嘅宝血，你接触咗主耶稣嘅宝血，你糟蹋佢嘅话咧，点为之糟蹋啊？就系、是、洗净个罪之后，佢跟住唔系行义，佢继续犯罪，呢、这个就糟蹋咗主耶稣嘅宝血啊嘛。所以佢哋由头到尾都唔知道，如果神创造人，神创造历史，神创造现实，由头到尾如果即系打同一开始就系、是、神计较呢个罪，佢根本由头到尾就唔计较啦，使乜中间要计较？计较完之后设计个主耶稣嚟到个世界，然后死俾你睇。哦，跟住就全部唔计较啦，好似之前系做错咗嘢咁实。其实神之前由头到尾都冇做错，由头到尾佢都系要计较罪，佢一样都唔赦免罪。不过有主耶稣嚟咗之后咧，俾你哋可以由零开始，但系都唔系话突然间成个旧约冇咗，旧约嘅圣殿嗰种嘅概念冇咗，唔系噶。所以圣殿一开始已经用血去话俾你听，你先有资格赚取咗呢一种可以由零开始，然后培养有神嘅性格、神嘅形象嘅呢个 journey 啊嘛。是咪？但佢哋唔系，佢哋接咗个宝血，转头走去犯罪，信魔鬼，然后以为自己进入紧圣殿，即系呢个就系现代历史当中所有人走去信仰当中咧嘅一个错误。呢、这个就系嗰个嘅严重问题，就系、是、其实佢哋一路都忘记咗圣殿打从一开始就系拒人于千里之外，全人类只有一个人可以入到至圣所，仲唔系拒人于千里？佢直情话俾你听，圣殿金同人嘅人性系格格不入嘅，一句讲晒，直情系人嘅人性都入唔到去，连大祭司要搞咁多嘢先入到去，仲要嗰个全人类当中嘅唯一一个国家里边嘅唯一一个人都要搞咁多嘢先入到去，仲唔系拒人于千里之外，系咪？即系人嘅本性系根本入唔到去，佢挂住晒咁多嘢，点解我能够释解啊？系因为话俾你听，嗰啲咪就系线索咯，佢要挂住晒咁多呢啲，但系嗰啲系扮嘅啫。就唔係真嘅，即係話佢有佢嘅性格裏面嘅十二粒寶石啦，佢本身識得信心啦，佢有石榴、鈴鐺、耳忽啦，佢有呢啲嘅細麻衣，佢有啲腰帶嘅胸牌，有肩膊石，有呢頂分別為聖嘅帽，係咪？全部都話俾你聽，就係、是、人要披住呢樣嘢先得，仲要係按住個 journey 入外邊經歷曬入去先得。所以变咗你谂下，而家先人话哦，听咗想走行呢度，都唔使谂啦。嗰、那个你唔系知识，咪讲到最尾，由头到尾我用几十年行入嚟，里边冇走弯路，直情冇兜个圈，全部系直接勇敢面对先至得噶嘛。咁呢个先至可以成为历史上边能够进入至圣所，系嗰个人性披戴住所有呢啲嘅特质。所以新约系唔需要着祭司袍噶，系因为我哋披戴咗基督啊。就是将基督佢嘅神性同埋我哋嘅人性一路去到神要求嘅标准嘛。其实呢个就係嗰个圣殿所表示，所以圣殿相对係讲出神嘅期望愿望係几咁凤毛麟角，但相对就係神亦对人天生嘅人性后面变坏嘅人性係几咁拒人于千里之外，係咪？咁呢个就係其实点解我哋唔需要话好介怀，越信得好嘅人越少，
因为你不需要介怀的原因，因为神第一预知这个是天性来的，但是需要在外面的牧师介怀这件事，所以他就如我所说了，他们将福音冲淡了，即是将他无限量将他标准降低了，是啊，因为他觉得信了主越来越少人嘛，越信得好的越少嘛，所以他就将他标准不断降低，那就可以凑够人数，但相对呢他就已经不存在了圣殿在他们那个信仰里面，他提供不到圣殿任何一样的 benefit 去给任何人，因为已经是完全将神的所有家私啊标准啊劈低了，咁呢个就先石安同其他教会最大唔同嘅地方。但係相对亦係因为咁呢，我咪带出一样嘢，係因为我哋真係圣殿，所以我哋对好多罪人係拒人于千里之外，就係石安庞大啦，石安劲啦，人数要多啦，咁样。其实石安唔係为咗呢个目的人数多嘛，係我哋完成嘅圣殿嘛。所以相对嘅圣殿越完成最高嘅 level， 我都讲过，我哋去到至圣所嘅时候，其实相对点解入华好似讲到我哋教会好多嘢慢慢开始，以前已经有噶啦，但系越嚟越多，好似拒人于千里之外，咁呢个咪就系圣殿咯？你唔能够违反佢嘅，因为我亦唔系为咗我越咁做，我权力更加大，我哋咁样做，我哋人数更加多，冇可能。你放心，我哋咁样做绝对教会唔会人数更加多。但系问题，我唔搞到咁嘅话，我咪又系走翻去不嬲出边教会都做紧嘅嘢咯，系咪？我要跟从神就系咁噶啦。但我由开始教会嗰日呢个方向都冇变到，从来冇变到，所以变咗我由开始教会嗰日到而家，我都系直接接触到神。但喺我身边，亲接近任何一个人去离开石安，任何一个佢都即刻玩完，因为呢条路唔系佢行出嚟，俾多佢十世啊，佢都唔会行到呢条路，因为跟呢条路都跟得咁辛苦，明唔明我讲紧乜嘢？就好似主耶稣咁，你谂下佢十二门徒全部离开主耶稣，你估佢哋个个会唔会劲过主耶稣？都唔使谂啊，简直！主耶稣系引路明灯，佢系引路，佢哋只系跟嘅啫。佢跟咁点可能俾到方向啊？佢离开咗就即刻收工啦嘛。呢、这个就系我由开始到而家都系有个指定嘅目的嘅，因为我本身我由头到尾唔系为钱，又唔系为私欲，甚至唔系喺人类性格里面所会走向嘅任何一个要求。全部都是圣经这一种的标准，但这个标准永远的开头到我自己都是外院的话，怎可能拒人于千里啊？很多的宾客都可以跟我一起啦，是不是？但后来慢慢我已经入了圣所了，是不是？我怎能够还要 welcome 外面外院的人入这个圣所？没可能，我现在开始进入至圣所了。我怎能够说、哎、大家入来啦，至圣，我在里面，我在里面，所以你们一起入来，哪可能？是不是？而这间整间教会慢慢向这个方向去的时候，那变成有一些罪我们就要检讨了。所以为什么很得意的嘛，你们会见到这两年我开始教会慢慢会明白一四五是为什么呢？就是神根本一早已经讲明了，我们开始社安检之后已经告诉你，其实我们的会员编号不会开始增加。当富足去到某一个阶段，神的同在到某一个阶段，其实是会员 number 是完全就已经绝响的了。其他人唔会可以话参与我哋教会或者咩，最多我哋去跟进你嘅啫。你知唔知道？因为我哋嘅付出一来已经到呢个阶段，但系系因为我哋高傲冷咩？唔系啊，系因为根本我点解进到另一个阶段系至圣所嘅领域？咁我哋要做嘅就要成为呢个世界嘅罗亚方舟，就唔系让人去摘寻佢咯。我哋要继续成为一个灯台咯，能够俾佢知道真系有呢个领域，你哋可以去享受咯。而我哋进入呢个领域嘅时候，反而相对咧，我哋嘅人数只会越嚟越少嘅啫，唔会越嚟越多嘅。即系喺我哋自己教会里边，即系我咁多年当中，我只会做一样嘢就系体谅晒身边所有呢啲嘅，因为等我哋行易啲咁嘅条路，但唔系等于行到最尾嘅时候，去到至圣所嘅时候，你会期望我妥协，系冇可能，因为我根本都唔系为咗我身边任何一个人去行呢条路。打从我开始第一日，即等于摩西带啲人出埃及，个个都觉得自己冇摩西，佢哋出到埃及。由头到尾，摩西唔去到埃及啊，冇人出埃及。其实，但系出到一半咧，觉得自己叻过摩西啦，系咪？由头到尾嘅方向都系由摩西经神去俾佢哋嘅，但系佢哋慢慢咧开始迷失咗呢样嘢嘅时候咧，咁咪中招咯。由头到尾嗰根本就唔系一个自然现象，就冇可能冇咗摩西佢嚟都得嘅，冇可能。所以点解摩西之后一定要有约书亚，咁先至佢哋入到迦南。咁样，所以而家我哋都系噶，我哋都行紧一条路，行紧个方向，绝对唔能够自己发明出嚟就会有恩膏，甚至连我都做唔到呢样嘢，我唔可以自己发明一啲嘢出嚟，发明个方向出嚟就希望有恩膏。其实我从来都唔敢咁妄想，因为我系乜嘢啫，系咪？你即系忽发奇想就可以得噶啦，嗰样就有恩膏，冇可能嘅，嗰样一定真系嚟自神。到个阶段咧，系直情系冇办法推诿嘅，我先敢行，即系咁多年都系。咁所以喺而家我哋慢慢进入至圣所，猛咁讲话我哋制造成功呢个约柜啦，成啊，其实相对就系话我哋教会慢慢进入一个锁定咧，就系、是、神特登使我哋经济唔需要人数增长。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我哋不斷將我哋有嘅嘢咧，去 present 出去，解釋出去，使人哋去有個方向去追。無論係賓客或者係同類或者係辛苦，佢哋都可以有個榜樣去追，而唔係話喺呢個時候咧，我哋為咗普羅大眾，我哋跌翻落去外院咁樣，咁就唔係嘅。跌翻落外院嘅機會係有的，當我哋被提之後就係外院噶啦。啊，既然你咁想嘅話，咪就我所講咯，咪做無依人咯。即係嗰個機會一定有嘅，即係神會有呢份嘅憐憫，但係唔係因為我哋為咗利益，為咗想出名，為咗人數增長，咁我哋跌咗落去外院咧，咁就可悲啦嚇！即係你放心，大把有嗰啲人，因為根本都唔需要搞到用辛苦做嗰樣嘢，佢就咁揾個賓客都可以做到嘅嗰啲嘅工作。但我哋嘅責任就係喺歷史上可能係成為人類歷史當中唯一嘅辛苦嚟㗎啦嘛。如果你放棄嘅話，我哋欠咗神幾多啊？是不是那個程度，那我咪就企一個咁身份，佢今晚一路睇緊我哋嘅進展啦，睇緊社安一路咁多年當中所行走嘅方向啦。而家你明白呢種真而重之點解要存在啦？因為我哋都係變緊嘅，但係其實我只不過就好似保護身父，好似保護眼中嘅同人一樣啫嘛，唔可以俾佢污染，你唔可以將啲污糟嘢捽落隻眼嘅。細細個已經媽媽都教我哋唔好用手捽蛋啊，有沙嘅時候會刮花隻眼啊，你隻手有油會導致隻眼唔舒服啊、發炎啊，係咪啊？即係其實你會睇到我做緊嘅嘢，點解神要加密度去印證同埋去讚揚呢？其實其中一樣最主要就係印證啦，因為我都變緊嘅，我每個月都變緊。而家我根本設計石安嘅方向一路都變緊嘅，就係、是、所以神咪印證啦。但你會睇到就係、是、咧，而我走嘅路同以前又唔同嘅噃。但係呢個咪就所以神咪用更加密集嘅印證啦，係因為佢更加印證呢條路更加要小心。你會睇由聖所進入至聖所嘅路咧，要小心到咗咩階段？就係、是、金香爐。其實金香爐代表好多嘢嘅，其中一樣好得意嘅嘢係咩咧？金香爐嘅香其實係乜嘢嚟嘅咧？其实金香炉的香咧，就遮住神的荣耀，不会出嚟去对我哋的罪啊去击杀。咁啊，圣经系咁讲嘅，你有香去遮住神就不会击杀。系因为咩？原来金香炉的香咧，就系我哋的 worship 啦。你 worship 嘅时候会点嘅？其实点解唯有好得意就系大卫嘅大卫会幕嘅时候咧，净系有敬拜赞美，即系净系有金香炉都可以面对约柜。但系嗰啲系利未人廿四小时敬拜嘅。其实敬拜咩？敬拜我咪讲，因为你 worship 嘅人，你会有佢嘅形象，你会想有佢嘅形象，你会接近佢嘅形象，甚至你会学习佢嘅形象啊嘛。我 worship 啲歌星好多都系咁样啦，我哋亲眼见过嗰啲，你嗰啲你睇到 worship 嗰啲二次元嗰啲外国或者日本嗰啲公仔，哇，个个紫色头发啦，低能到男人扮女人嗰啲角色啊，咁低能嘅，因为佢 worship 佢啊嘛，咁咪有佢嘅形象咯。佢冇形象，佢都会起码羡慕或者 admire 嗰个形象噶嘛。所以金香炉其实讲俾我哋听咧，就系、是、其实你系未有神嘅形象，不过你 admire 嗰样嘢，你起码扮到好似有嗰样嘢，你唱都唱紧嗰样嘢，嗰、那个咪就系呃住神嘅，即系话其实系 on credit 啊，嗰阵烟，因为而家我哋都知噶嘛，你如果系 3D 立体投射，你要有阵烟喺度噶嘛。系咪？因为你可以将光打咗某个形象喺上面，变条龙咁咪走。中国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就系、是、玩一扎好呢个水柱，跟住就打个 laser 落去，好似有条大嘅龙喺度飞紧咁样噶嘛。即系其实啲香就系呢样嘢啦，就系、是、话其实你就 on credit 话俾神听，我 worship 呢样嘢噶，我变紧有呢个形象噶，系咪？所以就系话，原来我哋由圣所进入至圣所咧，其实咁好多人系要 on credit 入去。你有金香炉咧，你就按 credit 俾你。而家就明白点解？其实我唔需要第一个momentum，你知唔知道？系你哋需要第一个 momentum。我由听第一个 momentum 嚟自边个？嚟自神，同埋佢会发生啲乜嘢嘢嘅时候，我就已经唔需要第一个 momentum。系你哋需要嘅啫。你哋去唱呢歌嘅时候，你系 admire。大家知道诗歌嘅敬拜赞美，灵魂体都系嚟自于属灵嘅话咧，咁你就明白啦。因为嗰个系为咗你 admire 神嘅形象，你付出关于神嘅形象同埋神嘅美德底下变成歌词底去敬拜神。哇！你走去拎出边嗰啲歌，一点烛光走去当诗歌唱，你对神咪就系一种侮辱。我都讲紧系呢啲嘅烟就系话俾你听，你期望你赞赏，你想仿效神啊嘛。你而家调翻转走去呢个世界呢个去填下呢所谓圣诗嘅歌词，你就明白不嬲我嘅谂法对呢啲人。其实金香炉就系为咗呢样，金香炉就系话俾你听，原来有咁嘅倾向，你明啊？咁都 OK 啦，咁样。所以点解喺大卫设立咗嗰个嘅会幕，咪就是、已经讲出一样嘢啦，就系、是、诗歌就系、是、on credit 底下，就系、是、你哋 admire 神嘅形象。你未有啊，不过你 on credit 有呢个形象，咁咪得啦。但系你冇形象咧，就神一律击杀。成个约柜，
但现在我们真的进入去，我们不是大会幕那么简单。所以圣经讲话那日子的时候，神会回来去重建大会幕，其实就是我的第一个 moment。 那个就是你亲眼见到重建大会幕，跟着你会看到，哇，连石安剑每一样东西，为什么神这么得意地印证呢？也讲紧给我们，相对就是1455呢，即是他人于千里之外，那个 limit 那个限制会出现的呢，就因为由外院一路去到至圣所，根本就是一个他人于千里之外的一个信仰，个方向根本就是的了，由头到尾都是的了。但是没达到的人，你起码是跟，但你没有跟下，你觉得你自己自以为是，你觉得叻过我，或者你觉得我的方向不对，打从由头到尾你的方向都没啱过，所以你才要跟着嘛。即以色列人四百年在埃及，打从由头到尾的方向都没啱过，是从来没啱过，没摩西他们出不到埃及，突然间他们觉得摩西的方向错，他们的方向痴线的，直成可拉党痴线的，直成他们没啱过。但摩西就直成由带领他们一路到出埃及的时候，起码他击打磐石之前，他的方向就没错过。一个未啱过人去挑战一个从来未错过人，系咪黐线呢？但你谂下，我呢几十年，其实我受咁嘅挑战多到你想象唔到啊！你知唔知？因为我成日都讲，我俾自己嘅标准啊，系严峻过我俾任何一个我身边嘅人，甚至我请翻嚟嘅全职，我都唔够胆俾我对自己嘅标准俾佢哋嘅。系啊，因为我对自己嘅标准系好高，咁先至可以成为今日咁样。你哋嘅牧师啫嘛，系咪？所以咁多年当中，就算我对我自己嘅对一或者教好多人，其实你而家听主嘅信息就知，其实我系就住呢啲人去讲，而唔系讲出我已经知嘅，因为差太远啦，又是几十年前。因为个方向其实而家大家睇嘅，我可以用得呢个字啦，系咪？我方向系未错过，系咪？但系跟住我嘅人，其实佢哋方向从来未啱过。接住我哋翻到去较早前，于2021年5月24日，又话牧师校对今篇主嘅信息时嘅补充。因为而家知道就是咁珍贵啦，系咁难啊！全个人类史当中，连睇明圣经嘅都服无伦国啦，睇明佢动机，而并且能够向住呢条路行嘅都服无伦国啦。因为有啲人睇明咗，佢唔肯付代价啦。有啲我譬如我解明俾你听，佢都唔肯付一个崩嘅代价噶。佢就系想知成为知识啦。咁成为知识唔够噶嘛？即系如果你想拥有神嘅神性嘅话咧，我哋人格、人性加知识系唔能够变成神性嘅。根本是不可以的，所以很多神学院是咁教知识去填知识入去的时候，咁咪变咗法利赛人咯。法利赛人咪就是一班你会睇到面目可憎的一班嘅宗教家啦，系咪？佢完全连人性都冇啊，唔好话神性，系咪？嗰班人见到好嘅喺主耶稣身上，佢哋就要毁灭佢嗰种，系咪？纯自私嘅成为出发点，咁你会睇到佢系宗教家，佢有足够知识啊，够咗知识添，但系。点解主耶稣咁提出佢哋系反面咧？佢直情系行反方向咧？原因就系佢系人性加知识，但系佢哋喺神性上系距离得好远，佢直情同神系排斥嘅，所以同主耶稣基督先至叫做好似世仇咁，一定要整死佢啫嘛。